请启动。服务17年的售票系统，3月底将走入历史。两厅院携手广达，共同开发新的售票系统。热爱艺术文化的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亲自出席活动。他表示，这套系统结合广达20多年在演算法、大数据以及云端等重要的技术经验。科技都是为了文化文明服务的嘛，这么重要的文化平台，我们能够参与，我们非常荣幸。透过广达的技术来服务民众。那提供给政府各种民众的发展艺术的推动的入口的生活方式，都可以提供这些资讯。消费者的艺文消费行为呢，会有更多客观哈，那么可供分析的数据。那么这些数据对我们未来做文化政策的定定以及修正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以实景它的方式去呈现舞台跟观众席。透过 APP， 民众能看到更精准的座次图，首页也导入 AI 智慧推荐，甚至到后台的智慧数据开发，累积大数据资料库，这些都是借由广达提供的技术来实现。林百里表示，科技与艺术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表演艺术里面呢，现在慢慢就要有新的发展，这就往机器人的 AI 啦，那个很多虚拟的 VR 来发展。现在大家都在做些研究，科技应用在表演艺术上面，那怎么来做创作？他们来给我们那个提案。新系统上线试营运4个多月，会员数达10万人。林百里期许未来扩充更多的功能，成为生活的社群网站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卫模、李晶晶，台湾台北报道。